你是何人？私闯大殿，杀了寡人的侍卫，你是要谋反吗？听上恕罪，臣女是齐国的季江，康公之女，有要事禀报。季江，田青跟寡人提过，你叛军弑父，又闯到这里。我没有，是田和栽赃陷害，他将我父君软禁残害，霸占江氏巫女，利用邪术召唤亡灵，催眠和操控百姓，请陛下圣裁。田氏、韩氏、赵氏、魏氏，一个个都野心昭昭。今天要做诸侯，明天是不是就该娶寡人而代之了？等寡人能将葵皇的力量完全控制在手里，他孤身一人能闯到这里，必有神助。如果寡人能得到他的力量，也许可以对抗鬼皇。你刺杀君父，诬陷田侯，闯宫杀人，冒犯田威，岂能容你？Thank you.
江，你疯了吗？你真的敢杀我？你们这些庶属，身居庙堂，不理朝政，不思人间疾苦，争权夺利，贪图荣华，你们如何对得起百姓辛苦劳作给你们的供奉？不过都是些贱民，能为我所用是他们的福气，只有我才是九五之尊，我不能死。这么多年我忍辱偷生，与邪魔交易，周氏王朝不能断送在我手里。我是真命天子，我不会死的，我不会死。什么天子，就是个废物，还妄想反过来控制我？殊不知再过数月，你就会彻底成为我在人间的傀儡。哼，不自量力的小女子，坏我大事，伤我元神。和风邪祟，我不能放任你遗憾人间，往哪里走？这洞看起来深不见底，正好利用这龙头下去看看。天子宫下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，这恶鬼必是蓄谋已久，定不简单。周天子竟然会和他做交易，简直不择手段，昏聩至极了。如果让他得逞，这天下会变成怎样的人间炼狱，不敢想象。